主料，鱿鱼锦鲤带，辣椒100克，辅料油盐姜蒜10克，胡萝卜50克，料酒生抽老干妈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鱿鱼锦洗净，取出中间的末囊及鱿鱼嘴，切成块，焯过捞血沥水，辣椒姜蒜切好，油热后陆续放入锅中，配料炒至半熟，加适量盐，放入鱿鱼锦，加入盐料酒生抽老干妈等调料，烧至入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分两次放盐，各种材料都入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